一对情侣骑车双载经过马路中央的坑洞时，车辆突然往中线车道偏，结果撞上货车，后座女朋友被货车碾过，送医抢救不治。下雨天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，一辆双载机车突然往右偏移，再冲向中线车道，撞上货车车尾，后方车辆目睹撞击瞬间吓到紧急刹停，这一撞机车横躺在路中，更严重的是酿成车上两人一死一伤，而罪魁祸首就是路面坑洞导致意外发生。之前白天路过的时候就发现那边地上有个凹洞，这边会有那个大型重车路过，然后反复压了以后，它就是填了又有。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20号晚上7点多，这对情侣档男子骑车载着女友，从桃园龟山区万寿路一段时，机车压到约30到40公分的坑洞后，车辆开始大偏移，不幸和中线车道的货车发生碰撞，后座女友当场摔飞，惨遭货车碾压，伤重不治。双方酒测值均为零，已报请检察官相验侦办。想说是不是下雷雨的时候？加上下班车潮多，然后有重车过，把原本的修补带出来，产生在那坑中出现。公路局表示，因近期这路段有进行路面修补，可能是事发当天因突如其来的强降雨，加上大量的车流经过，导致路面塌陷形成坑洞。相关单位已将坑洞填补完成，避免再发生交通事故。记者林柱强，台湾报道。